普通马克笔不能跟我比，他画画会透纸，我画画不透纸，他画手上不好洗，我画手上好清洗，他叠色不清晰，我叠色很清晰，他画黑纸不分明，我画黑纸很鲜明，他画石头真不行，我画石头一定赢，要问我是什么笔，下面黄车告诉你。